谓的十六圣贤啊，我们参考一下就可以了啊。你讲到深受心法里面，那这个是从观呼吸里面，所以其实又叫做安那波那的十六世了。那么其实是从观呼吸里面啊得到所谓的这种啊以深受心法来分的。好，那这里讲到依此而摄心，摄心得正定，能发真慧者，佛说有其一。好，摄心为戒，一戒修定，一定发慧啊，一慧成啊，此说一慧得解脱，那么此则是说啊三无漏学。好，那依着上面所说的法门，不尽想持其念而修习摄心，因为这里讲的是三圣共法。那三圣共法里面啊，主要啊，老师这样讲的所谓的二甘露、三度门、五群星啊，如果是大乘，那修的就很多了啊，就不一定是这样。但是其实声闻修炼的其实也蛮多的啊，一般南传的把它叫做四十业处。那么四十业处啊，就是四十业处。但是主要啊，是说比较依观呼吸或不净观。那么这个业处就是你修学禅定的所缘。那比如说观青黄、青红赤白、地水五风，那么这个其实都有的。那么总共有四十种修法。那这里只是讲不净跟慈禧，主要讲不净观跟属习观二甘露，那后面就只要讲这个。那如果要讲详细一点啊，就是所谓的四十业处。那么四十业处里面有所谓的十片处，地水火风、青黄赤白、光明跟虚空。那么十不净啊，不净观有十种，我们只讲九种，但他们讲十种，那就二十种了。啊，不净观有十种，那这个安那波那只是一种而已啊，但是有十随念啊，念佛、念法、念僧、念师、念戒、念天，这个是六个，念死啊、念生、出入喜是其中一个啊，那么这个有所谓十随念，还有修四无量心、慈悲喜舍的，还有修十念想的啊，另外有所谓的啊这个戒分别。就戒差别啊，还有四无色定，加起来就有四十个，就是有四十个这个修定的方法，四十种。那这里只要是讲两种啊，就是不净观跟属实观。那不净观啊，南传的有十种，我们这里有九种啊。安那波那啊，其实就是属实入实。那么这里啊，把它分成六种。那其实六种后面三种是观，前面三种是止，只是修定的啊，属随止。好，这是我们稍微理解一下。那他说，无论是修定或者修观慧，他重点就是摄心的啊，摄心不使善乱，这个就是修定。那无论是修定或是修观位，起初都是有所缘迹象。缘什么？青黄赤白、地水火风啊，缘呼吸啊，缘不净啊，都是有的。如以清一等不净相而净，这是不净观；或以出入的呼吸为净，就是你的心有一个所缘啊。对于所缘的迹象，如观察思维，它就是修观。所以止跟观。基本上就是你比如说你观呼吸，那么你看到呼吸的无常无我，那么也是或是你到心定的时候去观这个身的无常无我所以十六特胜里面后面就依这个呼吸来观我了。如依着摄心不善，心住于境，那就是修定。
修定的方法很多，是依可以依种种的所缘相而摄心的啊。我们刚才讲，南传人讲，这个四十业修，那比如讲《楞严经》里面讲二十五圆通，不过从对治主要的定障，就是贪欲与善乱，引发镇定的时候，不能不说这两方法是更有效。所以一般就是老师就直接讲这两种，叫做二甘露。那么这个是从经验来上来讲，部派里面有很多禅定修得很好的，那么所以这两种更有效、更有大。在修习摄心的过程中，如能达到远离无欲、断除五盖，那么定心宁静，很快就会发生功德和成就。所以说，摄心能得正定。那么定主要就是专注，让令心专注，令心安住。我们如果讲戒定慧来讲，戒定慧基本上都是对治烦恼的。那么基本上来讲啊，这个就是克制烦恼啊，克制烦恼。从克制烦恼上说，克制烦恼。令心调柔，这个是烦恼在我们内心，那么我们不能不烦恼，但是我们克制它，不让它造成恶业。这个是先从克制烦恼来讲，就好像你把一条牛绑在一个树上，不要去犯人家苗家，你很气这个人，但是你不要骂出来，你不要打人，你不要杀人，你很想杀他，但是你克制不要去杀他，你很想打他，你克制自己不要去打他，类似像这样，先克制烦恼戒，所以不杀不盗不淫不妄，基本上这样，你心里面有这个烦恼，有这个想法，但是你克制住了。那么戒重的在令心调柔，那不调柔就是刚强，刚强造着恶业，就有杀盗淫妄了。所以戒主要是这样。那么定是调伏烦恼，就是调伏这个烦恼心，它只是克制，它不能办法调伏，就调伏烦恼了。就我们来看啊，它是这样，就是你要骂人的心，你调伏起来了。那你不想骂人，那戒只是你要骂人的心，你克制起来，你不去打人，那不一样。那到进一步，你调伏，因为定有力量，有真善力啊，你需要这个定有力量，你的心有力量，这个是你心跟善法跟恶法在拉扯，这个是你的善心，你的这个善心可以压制你的恶心，这调伏烦恼。那基本上令心专注，可以是令心安住的，安住在所缘，或是安住在一个境界上，令心专注，安住，是令心安住一心的，就是基本上定的最高境，定的基本上就是心一境性，安住在所缘上，那么会就是断除烦恼。基本上可以说令心清净，不是令心明白，没有任何烦恼了，烦恼不起作用了，那么这个是令心清净。那基本上就是戒定慧，其实就是去除烦恼的。那么慧的最高境界就是无漏慧，无漏慧就是把烦恼的根本，烦恼的根本是什么？我见我慢断除了，我见断除了，那么就引发所谓的无漏慧，就完全清净了，究竟清净了，其实是这样。如果我们从戒定慧上来看，那定主要就是令心专注，
安住在所缘境上。好，所以他这里讲他说色心能够得正定，那么有正定就有邪定。那导师这里讲到所谓的正定、邪定、未定，那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讲到定。那一般来讲，八正道里面的所谓的正定、邪定，正定跟邪定。那正定里面又有所谓的这里所谓的他讲到所谓的未定。那正定未定是他分开讲，但是一般来讲正定里面有所谓的未定。静定跟无漏定，那一般说未定，什么叫做未定啊？那么跟贪烦恼聚起的定啊，这个欲界定也叫做未定，与贪烦恼聚起，未贪未着，与贪烦恼聚起，爱烦恼。烦恼，他烦恼聚集的定叫未定。那么静定呢？静定是与有漏善心相应的定。啊，无漏定当然就是无漏善心，有漏善心相应。无漏定啊，就是引发无漏智的。发无漏智慧。好，那这是三个不同。那一般把这个放在未定是外道定，就是外道比较多了相应的，就是贪着。那么静定是一般说是，如果这个跟这个比啊，这个是凡夫定，这个是圣者定。凡圣，所以这个是外道，这个是凡夫，这个是圣者。那当然，外道、凡夫都是凡夫了，都是凡。一个是凡，一个是圣。凡里面又有分一般的、世间的跟外道的。那大概一般是这么分的，有分这三种定。那静定又分，静定又分四种。你知道，那邪定等一下我们再来讲。邪定就是不是这一类的。那一般邪是邪在哪里？邪见相应，不善心所相应。那这个静定，我们画到这里。静定又分四种，就是四种静定。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啊，那后面讲到啊这些定，有不同的定。那一个叫做静定有四种。一个叫做顺退分，这是一般修的定，它有这样的一个程序，顺退分。一个就是这个顺住分，一个是顺圣境分。另外一个叫做顺觉者分，那顺退分很简单啊，就是会退的，从二禅退到初禅，从三禅退到二禅那顺住分就是你就二禅就在二禅，三禅就在三禅，初禅就在初禅那顺圣境分就是从初禅到二禅。
从二禅到三禅，从三禅到四禅往上进的，那这个就是不进不退，这个是会退，这个是会进，上往上，这个是往下，这个是不进不退，那这个是无漏，这边都是有漏的，那这个是从有漏到无漏，从有漏到无漏，这个是有漏有进有退，或是就安住在那个它本定里面，那么这个是所谓的四种境定。那导师这里讲啊，邪定、未定、未定就是这个，就是正定，因为出世法无漏才是正定，就解脱了，引发无漏的无漏定啊，才是正定。好，我们再往底下看。他说：“三圣贤圣弟子是为了修发真慧能修定，就是你修定做什么？当然是为了解脱啊。那解脱要有无漏慧，断我见、断身见，你才能得解脱。那么你没有无漏慧，你是不可能得解脱的。那但是无漏慧必须要在定的状态下才能引发。”那不能引发，那定什么样的定可以引发无漏慧？我们说定它主要就是它可以调伏烦恼，引发神通，引发无漏慧，它有这样的功用。他讲定境由浅而深，皆位不一。到底哪些定可以作为依止而修发真慧呢？总摄修发的一切定法，不出这样的大阶位，四禅八定。那这里有讲到，还没有灭受想定，就是灭受想定不包括在四禅八定里面。那四禅八定就是八种定而已啊，不是四加八十二，不是啊，因为。这个四禅外面再加上，他讲啊，四禅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四禅再加上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非想非非想啊，那么加这个说起来就是四禅八定。那么后面的四种也叫做禅，也叫做定。前面的四种只叫禅，不叫定啊，不是前面的四种也叫禅，也叫定，后面的四种。只叫定，啊，只叫定不叫禅，啊，是这样。后面的四种，只叫定不叫禅，啊，所以叫做四禅八定。好，就是前面的四种也叫禅也叫定，后面的四种啊，空无边到无所有，非常非常啊，不能叫禅，啊，只能叫定。那么前面讲到没有灭受想定。灭受想定又叫做灭尽定，那么灭尽定它这里不包括在四禅八定里面，如果把灭尽定算进去，就变成九次第定。一般我们讲修定，大概就是简单讲，就是前面九住心，后面九次第定。那灭受想是灭尽，灭受想的意思是灭尽身与意行。我们稍微讲一下，讲这个灭受想。灭受想一般说是啊，这个要不是三果，它是无漏啊。邪定还没说，邪定基本上啊，在《暗暗经》里面没有特别讲到邪定是怎么个邪法，一般就是邪见相应。但是如果说，比如说有一些。类似定境，那么它不是自己本身离无意去无盖而来的，而是比如说用药、用咒啊，或是所谓的外力啊、药力、咒力啊这一些啊，那么而成的这些定，那么这一些都是啊，那么所谓的邪定，那么这个很容易引发很大的不好的副作用。大概是这样。好，那么现在讲到灭受想定，
就是灭尽定，灭尽定又叫做灭受想定。对，老师讲到灭受想定，受想，受想形式的受想，灭受想定。我们先讲啊，就是前面九住心，后面九次地定。大概是这样，就是九住心加九次地定，那么这个是修定的大概，后面还有稍微讲。那九住心，九住心在大圣不共法那边有讲，就是内住、续住、内住、续住、安住、静住。调顺，调顺直径，最直径。专注于去，等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个是所谓的九住心。那么九住心底下有所谓的九次地定，这个底下过来就是九次地定。九次地定，我们来讲啊，这个第一个就是初禅。我们把它叫做九次地定，这个九住心也是九次地的，但是它还没成定，还没成定。那一般有时候把这个叫做未到地定，就是未至定、未至定和未到地定。但是有些是说这个过来还有一个，反正其实也有很多种说法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讲。那九次地定，初禅，然后二禅。三禅、四禅啊，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四禅八定。那八定，八定就是空无边，这个是色界的，色界的四种定，这个是色界的四种定，这个是无色界，无色界也有四种，空无边、四无边，但是这个定都是世间的而已。灭受想定才是出世间的，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非想非非想，非想非非想。那非想非非想再过来就是，再过来就是什么？再过来就是灭受想定。那么这个就是九次地定，那这个是无漏的，灭受想定是无漏的。一般说只有三果跟四果的圣者，才有灭受想定，凡夫是没有的。那一般是三果四果才证得这个定，那这个要有九次地定，那九次地定能够引发无漏的。那导师在这里是讲七一定，七一定是这个，初禅到。无所有，这是这七个，这七个能够引发无漏慧，非想非非想不行。那灭受想定不讲，就这个叫做七一定，七一一之发无漏，这七个叫做七一定。但是依据经论说，可以引发无漏的还有两个。就是包括在九次地定前面，九次地定前面有一个未到地定，未到地定可以引发无漏，就是未至定。未至定我们叫做未到地定，它基本上是欲界定。那么老师后面有讲所谓的净分定，
欲界初禅前面有一个净分定啊，就是这个味道的定，那么也可能是第九住心啊，或者是九住心外面这过来就是初禅，这个是根，初禅是根本定，这个还没有，这个是欲界的，这个是欲界的，欲界的念而已啊，就过来就是初禅啊，就是这个，那么初禅前面有个净分定。那一般来讲，有些讲这个就是净分定，第九住心，或是说再过来啊，到初禅之前有一个净分定，那么初禅再到二禅中间，初禅到二禅中间有一个中间定，这个是有形有事。这个是无寻无事，寻就是粗的分别，事是细的分别，无寻无事，所以二禅以上就没有寻事了，我们叫做有时候叫觉观，无寻无事。这个中间禅，中间定啊，说叫中间禅，因为这个初禅二禅啊，和这个叫做中间禅，也可以叫禅，也可以叫定。中间禅是无寻有事。那成佛之道里面讲，这个初禅、二禅有个中间禅，那二禅到三禅也有中间禅，因为他这里讲到，讲到说，我们先来看，他说一般善心见修入定境的，第一是未到地定，那是初禅根本定以前。将到初禅而还不是初禅的净分定，所以以这个九住心里面，九住心里面，有些是就等持，有些以这个为净分定，那有些是等持再过来还有一个净分定，那我们不管，反正就是净分定，那有可能是这个，有可能，那应该也差不多了，应该是这个，那这个叫做未到地定，那么未到地定就可以引发无漏。所以这里七一定再加上未到地定就八个了，那其实是，然后另外一个这个中间禅也可以引发，中间禅也可以引发无漏，也可以引发无漏，所以就变成九一。其实有一经论来讲，有九个可以依之引发无漏的。那一般从四禅八定两念，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叫七一定。那七一定初禅到二禅中间有一个中间禅，那么这个中间禅也可以引发无漏，那净分定也可以引发无漏，叫做未到地定，也可以引发无漏，那加起来就九个，九个都可以引发无漏慧。所以他这里讲，他说这个净分定是将到成事而先到近交，有一些三步再进修到初禅，是初禅二禅中间有个中间禅，那将到二禅还没到，有二禅的净分定，从此以上每一定都可以有中间定、净分定跟根本定三类。好，应该是这样，就是这个是九住心，九住心是欲界的，这里是欲界，那么再来是色界，初禅到四禅，再来是无色界，那么这个都是三界内，那面受想定是出三界的。好，那色界无色界有七一定，那么中间有个中间禅，那么也可以引发，前面欲界有一个未到地定也可以引发，所以引发无漏的基本上就有九一定，就是有九个可以引发无漏的。但是老师说初禅到初禅前面四禅八定前面都有个净分定，初禅前面有个净分定，二禅前面有个净分定，三禅四禅到非常非常前面都有个净分定，但是中间定一般来说就是前面都有个中间定，那就有八个净分定了，
八个净分定，八个根本定。八个根本定就是四禅八定嘛，然后八个净分定，因为每八个就好像我们讲四双八倍一样，出果前面有个出果相，恶果前面有个恶果相，所以加起来就四双八倍。那个八个根本定都有净分定，所以有就有八个净分定。但是导师说还有八个中间定，但其实没有。如果以经论来讲，只有一个中间定，就是初禅到二禅中间有个中间禅，中间定，就是只有一个中间定，其他没有中间定。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有寻有事，到无寻无事，二禅以上都是无寻无事，二禅以上都是无寻无事，所以在有寻有事跟无寻无事中间有一个无寻有事。粗的分别跟细的分别，所以这里其实只有一个中间定，就是初禅到二禅，但是导师可能不知道是依哪依什么讲的，说还有八个中间定，就是因为八个根本定，那每一个禅中间都有一个中间定，初禅到二禅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那七个七个六个七个就中间定。就变成这样，但其实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就是初禅到二禅，因为无寻二禅以上就无寻无事了。好，所以他这里讲，那么大概的总设起来就是四禅八定，或者在初禅根本定以前加一个味道定定。在四禅八定中，最后的非想非非想定，定心过于维系，定力太强，定力太强反而障碍引发无漏，心力不够强盛，不能依着它而修发真实慧，定力太深了，定力太深那个慧起不来，所以能够发真慧的佛说只有这七定。但是依据经论来讲，其实有九个，就是初禅，就从这个是从四禅八定，但是还比起中间禅一般来讲也可以，所以四禅八定里面也有八个，因为非常非常没有，那加一个中间定就八个，但是是从这里是从四禅八定来讲，那么讲七个七一定，那最初的味道定定可以引发，还有这个中间定，初禅到二禅的中间定也可以引发。他说这个是初禅的净分定，所以就设在初禅中。那么关于定学的修行，就是设心令住的方修法，下面会有更详细的说明。下面是在哪里呢？在347页，就九住心，347页。347页就有九住心了。我看50几页，347页对，就讲九住心，有没有？这里就九住心，这样解释。内住、续住、安住、静住、调顺，极静最极，极静，那么专注于去等持，大概就这个，就详细比较详细讲。好，那另外讲到我们再稍微把这个灭受想定，这个稍微定的一个观念，九住心、九次第定。八根本定、八净分定、一个中间定，大概我们对定的了解。那另外有所谓的我们要讲灭受想定，那为什么叫做灭受想呢？基本上是这样，如果我们依杂含经里面来讲，就杂含74经，那灭受想定也是有很多问题，
就是部派在讨论啊，四七四九，他是这么说的，他是说从初禅开始说，初禅就初禅啊，语言止息，初禅正受，悟的时候。二禅，二禅，这个是觉观止息，所以二禅以上就无学无事。觉跟观就是巡视的，有时候翻作巡视，有时候翻作觉观。二禅以上就无学无事。那么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就是因为念受想讲到后面，先这么讲，灭尽生与异行，灭尽定啊，灭受想定，叫它灭尽定，是因为它灭尽生与异行，灭尽生与异行。灭受想，受想是最后的。那什么叫做生与异行？就牵涉到等一下我们要讲的。生与异行，生与异。好，或是它叫做灭受想定，因为这个地方灭受想。这样我们会比较清楚。好，那么三禅，三禅正受，就是止息什么？喜心止息，喜心止息，不要止息。四禅，是出入息止息，四禅是出入息止息。插流到呼吸下面，吸起来。那么空无边处，所以一般来讲，这个就语行念，语行，口行啊，就是语，口行念。没有了，止息了，灭了。这个是身行灭，觉观。这个是身行灭，四禅是身行灭，出入行没有了。身口意行，灭身口意行。那意还没有，那意就灭受想。那这个空无边处。这个是色界的禅，这个是色界的，这个是欲界，空无边，空无边处定，基本上它是色想止息，新的色想止息，四无边是空入处止息啊，就是灭这个想，空无边处。空入处，止想止息，就灭这个想。那后面一样，空无边，是无边，无所有。所以这个灭尽定又叫做无心定，有两种无心定，一个是无想定，一个是灭尽定，还有一个叫做无心定。那无所有，无所有处定，它是四入处。就灭这个四入处之时，四入处想之时，那空无边，四无边无所有，非想非非想，
微想微微想，它是这个无所有处止时啊，就这个，就是这个是用这个，这个是这个，这个是这个，无所有处止时。现在讲到非常讲到面见电脑，无所有处止时。再过来啊，就是念净定了，念净定，享受念就享受止息。那他讲到这个念净定，就是念净定就是享受止息。就是念受念想，享受，就是要念受想止息。所以一般来讲就第九个念受想享受止息，叫做受想止息的。那么就是不同的定它就灭掉不同的，就是止息不同的部分。那么他这里讲他说于贪欲会痴心不乐解脱，他怎么来形容呢？他说灭尽定于贪欲嗔恚，恚就贪嗔痴了，恚。那么痴贪心嗔心痴心不乐解脱啊，不乐这个贪嗔痴，然后得解脱。就是贪嗔痴心不乐解脱无上止息，这个止息是无上止息，没有超过的吧，无上止息无过上者，诸于止息无过上者。所以从四禅八定来讲，它都有它就是定的功用，定的功用就是止息什么止息什么，无过上者，无上，这个是无上止息，诸于止息无过上的，所有的定啊功能没有超过它的，所以诸于止息无过上的。这个是杂含在讲到这个灭尽定无过上的，因为它是无上止息，没有再超过了，所以这个是最后一个了，九次地定的最后一个定了。那这个是无漏定啊，可以引发。一般来讲，这是三果啊，那么或阿罗汉啊，那么得这种定。好，所以这里啊，这里的基本上啊，两个问题，一个就是，那么讲到可以引发无漏的，一般来讲，七一定，再加上中间禅，再加上这个味道地定，有九个。第二个就是中间定，一般来说只有初禅到二禅有，初禅到二禅有，那么其他的禅或定并没有中间定。另外还有就是到底有没有味道地定啊？有些讲没有啊，那么欲界定就叫做刹那定，并没有味道地定，意思就是这个定是一下子而已，它并不是像定心可以相续的那一种的。那这个大概就是我们讲到这里关于定学那稍微几个观念。那修这里主要是不净观跟按捺波拉以这个两个为主。那九次地定九住心，那初禅跟二禅之间有一个中间禅，每一个禅四禅八定里面都有一个净分定那能够引发无漏的除了四禅八定里面就是
除了非想非非想不行，那么其他的都可以。那净分定里面，净分定里面只有这个出产的这个净分定可以，其他的净分定也不行。就是出产的净分定可以引发无漏，还有出产跟二产的重见定可以引发无漏，那么其他的净分定也不能引发无漏。那其他的中间产只有出产二产的中间产可以引发无漏。那这大概这些观念稍微我们理解一下，那大概就差不多是这样的。好，那么因为时间到，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大家合掌合向，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皆共成佛道。